轻轨快，所以邀请大家一定先帮我们首选搭捷运回去。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逛逛梦时代，3点钟距离活动开始的时间大概剩下不到5分钟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橘色恶魔再度进到我们的会场当中，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再一次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加尖叫声，同时也请大家可以举起我们的应援手幅，跟他们一起说声干巴爹干巴爹。待会呢，他们也会现场，我们直播团队将透过橘色恶魔席卷高雄的魅力。
手不举起来？耶、yeah, ！今天看到真的是满满的人潮，还有后面的朋友，我们也看得到你们哦，可以跟我们的镜头挥挥手。姚碧在这里呢，也来拍摄大家的画面。那也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多多的帮我们分享一下橘色恶魔席卷高雄。同时呢，我们今天摄影机真的非常的多，所以请大家随时留意一下我们在现场的大型荧幕，因为这个画面呢，我们不止在左右两侧的大型画面都可以看得到，同时还有机会出现在线上哦。所以也请大家可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挥挥手，你们的应援手幅在哪里？大家一起拿出来，耶、yeah ！好，欢迎大家。那同时呢，今天的演出真的非常的精彩，除了有我们京都橘高校橘色恶魔的演出之外，还有我们在地的同学，包含了我们的高雄中学一队，好，还有我们的高雄女中乐一队，好，那同时还有我们树德加商啦啦队、高雄高商乐器队，还有中正预校乐器队。那接下来大家有看到我们的画面，橘色橘高校，我们橘色恶魔大家也有手幅，这是可以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情的尖叫声，耶、yeah, ！欢迎，皆様ご覧ください。画面にオレンジ仲間の皆さんが名札を持って振っています。ぜひ熱烈な拍手と応援の声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真的随时保持的元气满满、笑容满满，还有梦想满满。也希望呢，今天在现场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，高雄满满的热情。临时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，也希望他们可以在现场的大声欢呼。满满的诚意，高雄满满的热情，临时我们来欢迎。
待会带来的开场曲目 Believer， 也是会用励志的歌词，还有这个你有认识的吗？你们大家能够努力努力吗？你们看到吗？谁在唱的？你们上面有谁知道？